也有出定制版了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们拿到的是 OPPO Find X3 Pro 摄影师版。那么它究竟有哪些不同，又做出了哪些升级，有哪些亮点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我是你们随时不说但心里一定觉得很帅的 UX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